刚才抽完，右侧，右下颌，那边酸痛啊，右下颌那边是，酸痛啊，我看到一架飞机啊，看到一架飞机好像那个，翅膀在漏油啊，感觉好像是啊，感觉翅膀那边漏油啊。吃完漏油啊，那我看过去好像是漏在左边的啊，好像是在，好像漏在左边的啊，漏在左边啊，好像漏在左边啊，后来一会儿之间呢，右边也漏油了啊，右侧也漏油了啊，这个比较蹊跷啊，这个比较蹊跷，怎么会飞机漏油的呢？飞机怎么会漏油的呢？啊，原来。原来那个在维修飞机的时候，然后请了一个不懂行的，不懂的人去打扫卫生。打扫卫生的时候碰在那个飞机有个设备上面啊，碰在一个设备上面，碰在一个电路上面啊，碰在一个电路上面啊，然后这个电路啊。碰了一个这个可能是。那个电路上涉及好多的开关，这个开还关啊，反正好几个，碰了最下面一个啊，碰了最下面一个，后来那些电磁阀之类触碰上以后漏油了，搞得啊，漏油了，幸亏发现的早啊，不然这架飞机就出问题了啊，就像那个漏油啊，就像那个。嘴巴里吃东西和漏下来似的啊，漏油啊，所以这种设计，设计要改进啊，不能在底下，偏底下的时候，就是没注意这个事情啊。好，知道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